一二，神韵的棒，托米。今天我们来到奥利拉美。上次我们在伊风堂拍的影片是这个的旁边一样的 floor， 然后我很好奇，在网路上说是 the best ramen in KL 的时候，真的很多网路的人最推荐哦奥利拉美，不是伊风堂哦。伊风堂没有 rank in， 比伊风堂这里比较有特色的。可是这个店在日本真的没看过，东京有吗？没有，大阪没有，那日本应该都没有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日本人调查一下，在马来西亚的 Google 上面很多人推荐的拉面店。釜山雅集，我就叫。海燕在饭前地，两千年挑战火锅探索，11月9日开卖，限量330盒，还有机会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料。我们一起挑战两千年火锅起步吧！大家一定要来哦！这个拉面店的话，一进门他们说二手车，这种热情的感觉耶。日本的拉面店的话很重要。还有这个奥利的意思是什么？对。来吧来吧，干嘛？里面的饭钱，对对对，拿吧。啊，对不起。哇，他说，哎，啊，对不起。嘿，哎，来啦，大叔来啦。进去的时候，你听得到吗？他们说，有，是，他说，哎，这是，哦，来吧，日本的家伙，来吧。好像不是，是简单的感觉。在那种我们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，欢迎光临，说二手车，在那边。嗯，哦，现在这个店很日式哦，有包厢的感觉。对，有这种比较 private 的感觉，很害羞的日本人来说，很舒服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先看菜单好了。好，我们刚刚看菜单的时候，其实拉面的种类没有很多，只有4种，应该是这个奥利拉面是他们的招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点这个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想要这个名古屋拌面 maze 面，但是我在外国吃的这个没有很好的回忆，都没有很好吃哦。然后刚刚看到这个。这个是点餐的方式的，我们可以选大蒜要吗？葱要吗 ？Secret recipe sauce only Aori Ramen 有，还有辣不辣？这个感觉是很日本的，有很多选择。Aori Ramen 来的，哇，刚刚的那个秘密的 sauce，我说另外一盘，然后他们也说，哦 ，OK，OK，OK， it's a little bit spicy， OK， 自己调整一下，可是都放在里面，没关系，他们的推荐。然后里面有叉烧、叉烧、半熟蛋、面麻，还有海带、葱，看起来真的是跟日本的拉面一模一样。那么。啊，真的是伊风堂一样的种类的，那是这个豚骨的臭味比较少，有点不习惯吃豚骨拉面，大人也可以吃的拉面，辣吗？可是我们刚刚选微辣，但是还是辣，啊，更硬的话更好吃，所以俊强觉得有点软，有点软，我要吃这个，有加粉的部分，还有扣粉的部分。加粉的部分是这个是烤的炒肉，所以香味超级好的，那是杠杠的感觉。扣部分有点扣粉，那是我觉得比较 high level 的拉面的感觉。那跟伊风堂哪一个喜欢？真心话，其实我比较喜欢伊风堂的拉面。哦，那。透明的麻子そば也来了。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最喜欢的拉面的种类是这种麻子そば，因为普通的拉面有点吃腻，是吗？豚骨酱油啊之类的。我遇到它的时候真的笑疼了，怎么可能没有汤？但是这么好吃，所以在日本的时候真的很常常吃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先看到很多配料，蛋黄，然后这个是肉味煎吧，煎鱼的，葱、海带、泥啦，然后大蒜。混ぜそば的这个意思是混ぜる，所以全部都先搅拌。哇，这个很怀念呢。
超香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欸，为什么？首先我选不辣的 ，no spicy 的。然后他们说这个肉味先稍微会有点辣哦。其实我觉得它有放辣的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底部有红红的辣油，但是没有霍金的，很香的辣，不是鸡油辣的。还有这个面，我觉得很 Q， 然后有弹牙的口感，所以不觉得很软。这个的话，他们做的很好，比较偏硬的，我喜欢的。还有肉味先，嗯。确实有点辣，但是有很多那种鸡肉的浓味嘛。嗯，很棒嘞，我喜欢这个。嗯，交换交换，交换吗？嗯。哦。好。那这个对我来说，很辣。嗯，就是。真的没有厚，对，真的没有厚。嗯嗯，奥利拉面我觉得，很油，很油，嗯，超级油。可是我觉得跟一风胆有点不一样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。哦，真的？嗯，比一风胆更有咸度，汤的咸度的感觉。面，可惜呢。那个面真的可惜耶。嗯，这个混ぜそば，他们说名古的混ぜそば的话，台湾混ぜそば，对吗？对。所以现在很复杂，在马来西亚吃日本的名古发明的台湾拉面。马来西亚、台湾、日本三个地方的友好。对，你有吃过台湾拉面吗？名古有，跟这个很像吗？因为我真的没吃过那个。我吃过的是没有这么辣的，肉味真的味道比较甜的。其他的配料都是差不多。我吃过的是没有精油的。精油的。精油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哦，真的吗？搅拌。好，搅拌。回来。太辣了吗？好来啦！我们的 TKC， 可是我刚刚感觉到他们的用心，因为他们故意加热这个哦，所以底部很烫，这样子的话不会冷掉，因为这个冷掉真的不好吃。嗯，这个很好吃哎，这不只是 TKC 的味道，他们的这个肉的味道。是刚刚我们吃的那个叉烧，切，然后放在这个里面，你看看，他们应该有放那个调味料，应该日本人的话会的。叉烧还有烤肉不是？那个调味料啊？那个味道？嗯，应该感觉到吧？我们也喜欢的、啊。哎，我干奶。哎，マジ？对，那个芝麻油。啊，有呢，有，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，不能说 DKG， 完全不一样，这个不算，对，真的是麻生ご飯，好吃的麻生ご飯，因为 TKG 的话不会放肉，只是单纯那个蛋跟白饭，然后酱油，他们的主角是蛋吧？对，这样的话，它已经不是主角的，对，太可怜了，因为 TKG 的原本的名字。卵かけご飯、鸡蛋跟那个饭，只有两个。可是他们太多人了。对，真的太多。对，他们的主角是肉。我也觉得。可是，好贵。好吃，好吃。芝麻饼。很便宜吗？便宜。怎么了？看右边。东野。不是吗？不是。更后面，这个是那个伊朗拉面的专心 counter， 对，专心柜台，那是一个人可以吃的，真的差不多一样的方式，所以他们学日本拉面店的很好的部分。对，应该是伊朗拉面没有桌子这样子的座位，所以一个人来的人可以用那个，跟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人可以做这样子的。很用心。好，结束啦！干啥？哎，在哪里啊？我是谁呀？现在是在台湾。哎，对不起，大家。因为其实那天我们没有睡觉，然后早上6点到马来西亚，然后一直都拍片，不小心
忘记拍 ending 啊，我以为是有按到那个录音，但是结果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你还记得吗？阿欧里拉美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忘记。啊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我们是去阿欧里拉美，阿欧里拉美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KL 的 Pavilion 里面，然后那个是他们的马来西亚的 Google 上面很推荐的一个店，然后我们要调查这样子的一遍。有感觉吗？有感觉。你还记得味道吗？哈？不记得吗？我忘记。傻眼，我很清楚记得，可以。我们有点两种拉面，一个是有汤的。哎，你忘记了？原来一个是拉面，一个是混ぜそば。哦。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吃是好吃，但是不会超过一风堂这样子。跟一风堂有点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比一风堂更有鲜度。越来越有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虽然他们 Google 推荐，但是不是那种日本人很惊讶的那种好吃。但是在海外吃的日本拉面的话，那算是很好吃的。应该那个混ぜそば好吃吧？不是吗？应该我们说好吃。混ぜそば比较好吃。对对吧？好，那这次的一遍就是啊，真的抱歉，枯萎这样子，我们忘记拍结尾，真的抱歉。好，那下次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富山雅集，我就叫富山。